老师下课了。对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开箱的是这个月从好事多买的东西，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，为什么我们要连纸箱一起分享呢？因为二楼最爱这个鸡块的味道。对，我们先来看我们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吧。新鲜草莓卡士达塔，这个是499，这个呢之前就听人家说很好吃。老杨咸蛋黄饼，这个是249，但是它今天有打折，折了50块，所以这包是199，所以我立马就把它买回家。我发现每个人推车上至少两包，所以我就拿了一包，还买了一个我很爱喝的果汁，是芭乐柠檬绿茶，爱喝。对，它其实还有出一个葡萄柚，但是因为葡萄柚比较酸，所以恩恩比较不敢喝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芭乐柠檬绿茶，超级划算的。然后还要买了恩恩很爱吃的红楼鸡块。是星巴克的早餐综合咖啡豆，因为它刚好有打折，然后我们刚好咖啡豆也都喝完了，是649，但是它现在折150元。还有买了这个牛奶，哇，我觉得超级便宜，爱喝爱喝爱喝。如果你是爱喝牛奶，真的一定要带牛奶回家。妈妈谢谢。229元两罐，所以一罐是多少钱？110块。对，然后我还买了一本书要给恩恩，还有我们的纸箱。反折的，藏起来猫咪就会很舒适，然后里面还有香香的鸡肉味，所以小猫咪真的超爱。二头猫最可爱，然后呢，外婆家的喵喵最调皮。哎，对，那我们这它给那个外婆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这些东西吧。Go go！ 我们先要来开箱我们的草莓卡士达塔。对，我们来打开吧。噔噔！哇！你可以闻它的味道。然后把你的头压下去，好可爱，好香，好甜的味道啊！你真的很浮夸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好啦，我切一块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买这么甜的东西给我。怎么叫买这么甜的东西？哎，真的蛮漂亮的，要开动喽！为什么会有好意思？但是我问你哦，你觉得卡士达塔吃起来比较好吃，还是我们上次买那种一盒方形的蛋糕？这个比较好吃。这个比较好吃。做了什么？刚刚已经把草莓吃光了，然后它上面是一层海绵蛋糕，然后中间是卡士达酱，下面才是派哎，而且它的派是干的，来吃看看。好吃，它的派是干的。你喜欢当美食试吃员吗？嗯。接着我们来配什么？芭乐柠檬绿茶。对，它这个是2罐155元，这是2罐1组，1罐960ml哎。先来打开。然后我们要来开箱雷宝绿茶。雷宝绿茶，会，上一家好，打开了。喝之前咬一咬，不然喝到最后面就会有那个渣渣。今天是恩恩美食试吃员，有效期限21天。那个很好玩吗？给你喝。雷伯瑞，谢谢。怎么啦？妈妈，你看。好。我还戴眼镜。好啦好啦，在恩恩喝果汁的时候呢，我其实这款还蛮推荐，我会回购。但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，我就会加一点水。你有帮我加水？我还没有帮你加水，但是我自己喝我会加一点水，不然我觉得单纯直接喝有点太甜。看它喝到最后就会这样子，里面就会有满满的渣。不过这也代表它的果汁是新鲜打的啊。刚刚喝果汁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开这个，这是红龙鸡块。好事多的东西怎么判断哪个东西最热卖？就是看它货架的大小，一包都是1公斤。1公斤，2公斤，3公斤。好，三人份要几个？全部，多一点啦。到，好，等18分钟。接着我们要开什么？咸蛋黄饼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我还是很皮耶。听说超有名的，记得分给我。我会分你啊。喜欢吃吗？好吃，真的蛮好吃的。这个好，难怪大家买那么多。可惜我们只有买一包。可以吃到再唱歌也蛮不错的。
没有五十小包，一个3块钱，吃的还蛮爽脆的。我觉得它比以往的方块酥好吃哎，它多了一个古早味。打开之后就是长这样子啦，侧边就长这样。哇，好长哦！好长。好吃吗？好，好假，好假。这什么啊？哇，好香！好啦，我们印蘸好了。颜色真的上得蛮漂亮的，超脆的，口水都喷到我这了。刚刚吃的时候，我要来测试恩爸炸的有多酥。这个是用气炸锅炸的。它有点烫，看超酥的，我觉得好吃哎。你觉得这个比较好吃还是麦当劳的鸡块？这个真的，我要再试一个给大家看。我觉得那声音超疗愈的，我要压了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开箱星巴克的早餐综合豆，它重量是1.13公斤。这一包呢，原价是649，因为这次有打折，减150块，所以得一大包才500块哦。我们买的呢是咖啡豆，所以还要再磨成粉。家里没有磨豆机的话，就可以在好事多还有磨豆机可以磨。然后我们自己有买一台磨豆机。爸很专业的，器具很多。爸要当咖啡师吗？没有。恩妈最爱的牛奶，我真的觉得牛奶 CP 值超高的。为什么要切一边啊？这样就可以打出绵密的奶泡。好可爱哦，好像一个小花。对呀。谢谢。这个是小行星的杂志，总共有4本，这样是315元，买一整年就会比较便宜。因为恩妈都没有买过，所以我就想说先买一个月来试试看。爸爸帮你拉的图案呢？谢谢妈妈，这图案是什么啊？火箭。还蛮可爱的。好喝吗？慢慢喝哦，会烫吧？可爱呀，恩恩长胡子了。这两本是给小孩的，记者会，这是什么？还不错哎，我觉得这点吃蛮可惜，就是大的国字是没有注意，然后就只有小的字有注意。海象胖嘟嘟字算大啦，还不错，还有教英文的耶。好，我们今天开箱的吃的跟喝的里面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你家。为什么是吃的？好重啊！还要你抱他啊！你看他没有动，就是他要你抱他，小心！二头可以自己走吗？二头在甩奶呀，二头超甩奶的。好啦，你抱他好，你抱他样子很可爱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好累哦。二头，你可以自己走吗？做什么？很可爱。好，给你抱吗？为什么用铲子？阿桃，欢迎来到你的新家。阿桃会喜欢吗？阿桃毛都被你抓到，都蓬起来了。阿桃喜欢吗？在那边抓。老师，我们要下课了。下课，喜欢恩恩，一直爱听恩恩老师哦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我最爱的二头。
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这只是外婆家的喵喵，它很乖哟。